大家要继续传说罗宝石，继续抢夺其他人精灵啊！咁上次讲到应该系第二啊，唔系打完呢个熔岩团嘅送神火山剧情，依家咧我哋打水蓝队嘅剧情，仲有啲咩精灵等紧我去抢夺咧？啊，我哋睇下有啲咩劲嘢啦！44咧啦，原来已经有咁高咩？呢一个正常，我记得好似冇44咧咁高噶。辛苦战龙啊，冇所谓啦，大狼犬呢啲应该比较少用。BB 多汗剂，勾魂眼火焰劈 ，OK。同埋上一集讲到我哋攞咗呢个极巨化同埋 mega 进化，我哋嘅战力大大提升，劲得好夸张啊！好大师球啊呢粒，之后就打双打唔紧要啦吓，冇所谓。反正熔岩团啊唔系水岩队嘅都唔算话太特别啦啲精灵，所以攞唔攞都还可以，我觉得。另外两只都系识飞嘅，哇！两只都打自己，太幸运啦啩！两只都打自己呢个几率都真系有啲低嘅。啊，同埋我哋有只副敌啊，我攞只好强劲嘅副敌，雷电妈妈啦，同埋精神强电电光。OK。呢隻冇得打，呢隻冥想啦，求其啦，电光。OK， 叉字符啦，好，全都要啊依家。呢隻唔够打，呢龙虾俾佢吓住。Oh no！ 哎呀，冇劲，唉，极巨龙骑，黐线佢真系，佢每一场都可以咁样极巨，咪好屈机。完全冇晒公，完全冇晒呢一个嘅公平性啦，已经挑战性全冇啊！哦，呢只你都死得啦，精神强，精神强点啦？哇，打唔死廿几，超坏性，呢个单打啦吓，唔可以双打啦，好危险。呢只恶系好似，我记得好似超难恶啊，试下都得嘅，但恶系，哇变怪啦！我冇劍打喎，極巨惡霸，我打唔入喎，冇技打喎，哇哇，我做乜我零咗血嘅頭先，停，做乜鬼嘢有筆喎，我八變怪再用極巨化啲奇怪，死啦唔通要輸呢度，睇嚟要輸喎，輸俾只烏巢王，好嚟啊，繼續打翻頭先雙打啦，呢度冇所謂啦。对面嗰只应该用飞行弹我 OK， 呢只就用草皮弹。其实用格斗应该 OK 嘅，用格斗啦。乌叉王，希望今次有颠倒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叫咩啊？反唱反调啊，唱反调嗰个特性。如果有我哋有机会可以拎出嚟用飞行技咧，又系乌叉王冲天拳啊，冲天拳啊 ，OK。三拳打死咗烏叉王，繼續好咁啊！打贏咗呢個鋼暴之後咧，我哋可以直達水下道館啊，唔係超能力道館先啱。鯉魚龍 ，nice， 先打死鯉魚龍先啦。鯉魚龍打死先，跟住呢度用火焰劈，一個用種子炸彈。OK， 再嚟。用啦，好，之后就快啲穿过呢一个水，去到超能力道馆啦。顺便我 check 下有啲咩精灵先，头先抢夺嗰一批有啲咩精灵等紧我，睇下啲咩强势精灵啦，我哋。应该系呢度，加特工减得防，穿透嘅叉字符麻麻地啊，加特工减速。冷静性格，下批呢度超大声加攻减攻吸盘唱反调加防减速 ，OK 其实唔差啦，叫做等迟啲有机会可以拎出嚟用慢力，佢应该有慢力可以自控。鲤鱼龙嘅加攻减特防，我 OK 啊，点啊拎出嚟可以用啊，跟住抌低只雷电妈妈。
八变怪啦，或者八变怪留低唔要呢只先啦。双虎战龙乜技都冇，唔好住啦。好，直接打管主啦，唔好理啦，直接嚟啊！生耐多啊，系喎，超能力系喎，不过好在我都赢到嘅。超能力我应该用富敌，富敌都唔得其实。嗯，李鱼龙赢唔赢到咧？试下李鱼龙啦，龙武啊，精神异能唔得喎，赢唔到啊呢只。好，呢、這个细胞仔啊，细胞仔输啦，唔够细胞仔打，秒杀，雷电斑马。方便 ，OK， 细胞仔要攞咯，细胞仔几劲我咯，细胞仔，用上先，哇，一嘢咬死我，咁我都咬佢两件啦，咁，耶 ，good 啊，好，继续，果然翁啊，咁我去疯狂联武，疯狂龙武先啦，六级龙武呢啲必须噶啦，哇，同名我用。相互逆轮，哇咁都唔死啊佢，太过分啦啩！不过可能系因为冇练过嘅关系啦，所以都几废，死得唔够打，极巨草先，极巨草，哇黐咗线，根本一开极巨就系弱打对面，极巨攻击，哇超劲，真唔系讲笑，仲有得输咩？极巨，极巨化底下。冲天拳 ，Oh no， 冇中到，头先有下 ，OK 得，我火焰鸡六十几厘，跟住打呢、這个，打埋呢一度，跟住回血之后就可以打管主啦。咩噶？冥想，冥想，跟住精神冲击，令精神强点，差唔多伤害。气化唔要啦，气化好到你，精神强点应该都好大机会死啊，唔死唔紧要，两下下个巨金怪，巨金怪真系打唔赢，巨金怪用八变怪，全部都唔同，毁灭佢先啊，系佢有呢个洁净身躯。废除啦吓，咁佢系咁用子弹拳嘅啫，佢咪预判我系八变怪，所以系咁用子弹拳。不过其实如果有巨金怪，我哋真系，如果我真系要砌一啲好劲嘅队伍咧，我谂临尾四天我成队都应该系接近准神嘅威力噶咯。其实，因为头先大家见到啦，有八变怪啊，唔系有巨金怪啦，跟住有鲤鱼龙啦，有双虎战龙啦。跟住，唔记得翻回血，跟住仲有啲咩啊？沙莱朵嗰啲啦，富敌啦，系啊，哇，超劲！虽然富敌超能力嘅话，只能用呢只啦，或者系富敌其中一只，或者沙莱朵咯。跟住，其实都未算话好多准神嗰啲，请教王啦吓，请教王都算系神嚟嘅吓，六百种族籍。好到啦，到呢一个超能力道馆嘅馆主前面，我哋试下能唔能够赢到先啦。睇下先，一开头斗粒菇火焰鸡，两只超能力系摆头，喂，两只格斗系摆头，应该还可以啊。好，先用个极巨拳打呢只，之后再用音速拳打呢只。OK， 之后再用极巨拳啦，呢度用我谂应该用种子炸弹都 OK 啊！哇，大爆炸，好在唔算话好痛嘅。OK OK， 哇，有蘑菇包子壳嘅进咗化，哇咁癫，咁唔要头锤啦，哇黐线喎咁样，有啲过分喎你吓，竟然可以用呢一个蘑菇包子喎，咁瞓借月石咧，真系难，唉冇啦冇得用。哇！佢差啲死，用咗超能力我八变怪。八变怪冇变到，咩事啊？八变怪，
中筆喎、啊、你百變怪搞咩呀、啊、要咁樣變嘅咩 ？Oh no！ 真係中筆，你大家睇下，佢極具原作用呢、這個招反傷嘅飛人技黐咗線，唉，有啲古怪即刻。咁唔緊要啦，我一陣間唔好用呢招啦，極具咗之後，極具一定用噶啦呢度，極具贏唔到佢。OK。再嚟月石咁喎，打呢边呢？其实隻雀都可以唔使理，老实讲，因为隻雀好似冇乜用啊。我哋放佢喺度先啦，双打唔一定要清晒佢两隻，两隻咁清嘅，可以慢慢咁打都得。瞓佢觉，真理弹呢边，嗯 ，OK。呢度派富迪上场咧，呢度我用冲天拳。跟住再用 Mega 精神强，哇哦，超痛！系唔应该用格斗技要黐线，记鬼错咗，应该用火技先啱。龙武啊，暴风唔要，顺风嚟用。哇，男仔 in D D 喎，男仔 in D D 啊，火技啦，继续，呢度继续龙武。OK 啦 ，OK 啦，呢度逆轮可以杀晒佢啦，应该。哎，赢啦，赢啦，惊异胜出。哎，我哋睇下有啲咩精灵先。佢嘅天然鸟系纯辅助型，呢只有爆炸同岩崩。Mega 进化啦，心灵香草。哇，呢个都算系标配嘅双打嘅组合嚟喎。固执艾露雷多。艾露雷朵呢是艾露雷朵火焰拳啊，火焰拳对我来讲没什么用的。好啦，之后呢应该是要去到攞这个潜水是吧，这里这个火箭台咯，后面有没有东西的，是没有东西的后面。好来啦，电力土牛，我们打埋这场我们就回去看那个什么，睇嗰啲搶奪翻嚟嘅精靈，究竟係乜嘢能力值？大粒菇啦，啊，大粒菇應該無敵咁滯噶啦，依家。哎呀，點一嚟打火系，都合理嘅，佢哋火隊嘅話。哇！突然間咁快醒，會唔會太快醒啊你？火衣背，瞓覺，充電拳，我屈機呢個，瞓覺再，哎，撳錯。咁错咁错，草技 ，OK， 回弹龟啦，都系搏睇下有冇天气手啦。瞓觉，唉，唔够佢快呢只。富迪咧，精神强 ，OK OK， 好牛呢只，赢唔到。阿变怪，鬼面。哇！啲咩技啊，大佬？一句攞把，打唔入佢系咩一回事啊？我怀疑百变怪极巨化有啲古怪嘅。我以追击，系咯，劲古怪喎！百变怪如果极巨化嘅话，好输咗。电斑马方面 ，OK。好，下个呢只又赢唔到，呢只好似精神冲击。OK OK 得啦，快回去先。我惊唔够打啊！一阵间啊，同阿大吴联手嗰度，我惊唔够血，同埋啲精灵未练好。啊，因为我有李如龙啦，同埋头先有边几只啊？李如龙八变，我系电斑马呢三只麻麻地，其实即系佢啲能力值未去到好劲。好，你啊大五，我哋用火焰雞、豆粒菇同埋富迪啦，都系最屈机呢三隻噶咯。哇，喺呢、這个阵容，冲天拳呢隻先啦。哇，啊巨金怪出嚟开场，防穿。用呢个飞人技，
蓝图，哇，好高呢喎，对面56呢喎，几高呢吓，精神强点。搞搞仲嚟玩马，大佬好痛啊呢边，极巨啊冇，呢度先用蘑菇包子先。我搞搞佢啊，师兄好痛啊呢边，极巨草原啊，极巨草原。高温重压，哇！点做嘢噶大唔啊？好，我哋火焰雞先呢度，火焰雞之后用极巨屋、极巨格啦，冇计。极巨拳，极巨拳咧，极巨拳，三下极巨拳，三下极巨拳咧，百万吨重艇，跟住我唔可以用飞行技啊，因为我惊佢有啲咩问题。差幅好似唔够快，我冇用飞行。看穿先啦，袭击冇啦呢度，系啦，佢袭击屈死我，基本上先杀左边先。哇，佢用阳光烈焰啊！你唔系啊嘛 ，boss 我都拉，你用阳光烈焰打叉字符，但系唔真系，果然系一个冠军嚟嘅。哎，顶你 boss 我都拉真系。哎呀，攞命 ！OK， 今次我哋用一次飞行，如果唔系有啲蚀啊，极飞，极飞先，跟住极巨格斗，极巨拳啦，跟住再嚟极巨拳啦 ，OK 得噶啦，喂，搞搞佢啊！只焰后式，黐线，搞唔掂我，火焰拳 ，OK 100秒 ，OK 啊喺度 ，OK 啊。跟住我要杀死只叉子蝠，哎呀冇击中，诶、欸、仲有机，仲有机会 ，OK 得，喷火冇问题啊，豆粒菇应该快过去啦，蘑菇包子 ，nice， 跟住就可以用地面系啊，总之炸弹，哇得翻一滴血黐咗先，太犀利啊，竟然可以整一滴血。蘑菇包子，太鬼机啦！蘑菇包子，哇，死咗！精神强点啊！干嘢，冇啊！哇，顶，真系蟹喺度，搞错啊！争少少啊呢度。OK， 嚟个嚟个。剛才他蒸汽機觸發到被負敵，但他二至五下打死了我，剛才是極飛啊，用鬼錯添，應該極飛打右邊、我專登打右邊的呢個極極拳係好，跟住火焰艇呢只差幅就火焰艇啦，繼續 OK 點啊？龍之波龍打死了我，負敵啊！依家得翻一隻 ，OK OK， 冥想先，佢打唔死我，喂喂，哇，佢差啲打死咗我，哇，有冇搞错啊？竟然真系俾佢打死咗我，冇事吧？呢只我可能会死添喎，其实，哇，好在啫，真系啊，黐线 ，boss 我当咧学个龙尾，唉，洗走佢招阳光烈焰，智障啊，真系学阳光烈焰。究竟系咪黐线噶 ？OK 得，但我都唔够呢只打，诶唔系我够，我应该打赢呢只。系、OK OK， 音速拳啊，冇搏。哇，头先又中笔喎，头先佢条血量突然之间多咗，搞掂。唉，终于打赢啦。其实佢都开始难打啲训练家 level 咧，唔知点解零零舍舍高咗少少，系啦。大家剛才看大五的 level 它是40几的，即是证明它原本版本应该是40几的，但是去到这里的训练家，即是对手的训练家已经50几60的，所以它应该是加了一点点的 level。 好了，今集时间玩这么多，我们下集继续串串老宝石，拜拜。